哇，等一下一间来办事啦吼，所以咱本来你也是帮忙两间来给开咧咯。咱本来你今日邀请到咱四位啊吼，咱的歌星小姐，专业的歌星来个现场做献计划，趁着时间开放的咱四位，咱这罗哈将随时聆听，咱这歌有甲歌曲来以歌会友哦。所以呢，现场好朋友会当食饱趁熬早吼，等下我的 DJ 老师在甲咱歌名矫正表上，甲咱舞台边头前吃吼，和咱四位好朋友同齐来使用哦。好。来，咱舞台电视宝贝重点来解开，李健老师准备了。六时第一日，恭喜咱的三万九，也就是咱的九天玄女，以及开天神女，多年牛，不不牛就行。圣诞千秋千秋，圣寿不假万万寿，今晚恭喜咱的乐团来做，咱的进行央视总公司晚间节目隆重开演。节目中间满出名，今次那代代出门在外，拢会当有得到好名声啦吼。有缘正手在倒手里，拍钱花招来给你好朋友，大家都会当在你享受。有缘来给大赚钱哦！今日亮时，今日亮时，是咱天文岁数莫顺利，也是咱的旧历的十一月初五日，旧历是咱的九月二十八日，立刻礼拜日哦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全部哈。今日咧，伫咧非常大的日子当中咧，恭喜咱的三万九，也是咱的九天玄女，以及咱的开天神女、女娲娘娘，以及文武两位众神，圣诞千秋千秋，圣寿无疆万万寿，来大好事。首先呢，代表着咱所有的哈众神是弟弟，有缘恭喜咱的三万九，咱的九天玄女、开天神女、女娲娘娘，以及文武两位众神，会当神光公台救众生，民归天庆万事兴，福国佑民万年吉。咱罗哈地主，每一个人都会当来给伊在一起。相信呢，在咱的文武两位众神。一起哈，一代让地球，让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一代来所谓龙虾正盛时代的，大家拢会当想什么就来什么，爱什么就什么。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求平安得平安，求健康、富有、气，小朋友都能够头好壮壮，考试得第一哦。那么咱给这边哈，咱这头家老板出来的是多啦，大家都当身体健康，食到八百年，食比皮做也够卡老，家孙啊代代拢会当好出头。因为今日嘞，感谢着咱所谓咱这。好朋友咧，伫个百忙当中，半甲讲你，想问人家老咧咪幸亏，在此呢，代表着咱三江咱的管理晚会，我们就有咱现场咱这罗下将实施指令，大家都会当一日考，一日考，一日招财有进步，一日春，一日春，互恁大家拢出有好家孙，年年拢有钱通去存哦。那么今日晚间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精彩吼，邀请咱所有咱的歌星小姐，专业非常好听的歌声，来陪咱现场好朋友度过一个轻松愉快。那么给阿弥，以及咱其他时间内，就开放着咱只罗汉，咱只所谓咱只歌啊歌谣，来以歌会友啦吼。人讲唱一下歌，唱大家都当心情过甲轻快活，事业都能够做到一路发发发哦。所以呢，希望呢，咱今日舞台顶的节目会当带动咱舞台顶，以及咱的舞台卡上届老年的气氛，陪伴咱一条好朋友，做为一个轻松愉快。咱们给阿弥，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你。那么呢，未来这个开演之前，先依教惯例吼。介绍咱今日上届成功的幕后工作灵魂人物吼，不是别人，就是咱坐在咱后座边，做别人的好朋友来做咱的志贤，咱阿秋松帅念一百空的当中，台湾的威翔魔浪爵士大乐团，谢谢你。哇，非常热闹的气氛哦！展开我们舞台上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哦。那么呢，给咱的很多谢呢，给咱的表演家呢，你写时阵哦，依然咱的歌曲哈，我来给咱今日咱在幕后的进行一点介绍啊哦。啊，今晚呢，依然咱舞台顶见老人的节目，今日哈，咱的电影哈，今晚呢来给咱幕后的进行来办些。那么咱舞台顶的节目，我们进行来给开演哦。那么呢，今日这个开演呢，介绍第一位姑娘出场之前呢，先介绍第一个上水的，啊，就是我本。谢谢，感谢咱家的好朋友，咱可爱破声啦吼。来，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名叫做家己啊吼。家己唱咱家的好朋友，大家都当事业发展无限期，你会当来给伊大赚
钱哦，伊卖跟家己的自己的无分，在所有客车，讲话有较熟络，就是较欠点的所在。嘛，来所有的好朋友，会当多多运用，多多开讲，多多指教咯。那么呢，节目开诶，咱即摆现主持呢，啊，无讲足侪足侪人伫咧现场吼，但是呢，有来到现场麻烦者，然后感觉咱厝边隔壁还未来个会场的吼，即麻烦者，大家手机啊足方便的，甲通报者吼，尽量楼顶就楼下，厝边就隔壁吼，来全部着咱三万九，咱庙前上界精彩、上界闹热的这个平安空乐仪哦，这次希望咱今日好朋友会当共享盛举吼，这次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安排咱第一位强棒出击，非常的水的一位吼，长腿姐姐、长发辣妹，非常有气质的一位吼，来安排咧，咱配恁的歌声，先甲咱带动舞台顶上界好听的这个节目吼，来安排第一首好听的歌曲。那是那是你来我的我的上来送一个朋友用动来给你唱哦，那是那是你感谢咱所有好朋友，共同来欣赏，共同听恁的歌声。那想那思念，三个来给恁好朋友哦，谢谢你。心啊心啊，是你一个，一个看着你所行的歹势。来，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粉丝观众好朋友啊，你老哦，希望呢，今日一连串呢，咱的歌里话，咱的唱歌了，拢有听到这可爱的破声的啦，会当为头把咱陪伴到尾啊，你哦，嘛，祝我咱所有的这龙虾酱先生来电来，咱这粉丝大哥们，大家都会当为你头空干你尾，暑假都会当大趴尾哦，感谢，那么陆陆续续人越来越多了哈，记得空音电视。
声音真古锥有无吼？因为当作无听到声音的时阵啊吼，哎，拢想讲啊，咱点气气安尼吼，这声音甲传落了吼，这音量甲传落了吼，迄个气氛渐渐带动起来，咱个条股票都就会被吸引过来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哦，那么刘刘先生，来嘛，感谢着咱今日吼上界辛苦的吼，咱的船长大哥啊，你吼，你有看无？即马吼安尼啊吼，好好啊，甲咱咧传一下咱条股票上界舒适的这个位置吼，会当互咱个条股票坐较久咧啊。对啊，而且呢，今日也袂讲伤冷，也袂讲伤热安尼吼，即个微微的风吹过安尼吼，哦，互人家咱感觉足清爽，都多好啊。对，不会太热这样子吼。安尼又唔知咱两个穿安尼，阿姨带脚穿安尼，什么意思吼？诶，身体有较起一束啊。咱小可有咧动啦。哦，咱有咧叮当哦。哦，也是吼，坐着没有在，没有咧叮当，比较害冷安尼吼。我想讲，我穿安尼，恁穿安尼是，比较身体有较起哦。最近身体欠。安哦，我是欠人照顾，啊，唔知你是欠什么照顾？没有啦，因为大家吼对迄个诶，迄个温度诶，即个忍耐度嘛无同，感受嘛无同安尼啦。然后你不要讲个重点，咱舞台顶高，你话有咱咧小可胖一摇一下，等等出来一下。小可咧行路啊，会啦会啦，太老古了。我想我当初来的时阵啊，无你叮当时阵，咱咧换头穿了，哦，一开场了，我规人拢烧起来，希望咱第一代开好朋友这热情啊，会当影响舞台的姑娘的心情啊，对啦吼。这次感谢大家，谢谢你。那么咧，话咱今日的庆祝当属长咧，要来感谢着咱啦吼，咱今日的船长安尼啊吼，哇！甲咱安尼，今日咱的志贤啊、周哥哥安尼真疼惜安尼吼，特别咧有着咱的九天会吼，咱的会长老会焕，咱的老会长我伫现场啦，啊，咱就是咱的村长，我们的刘村长，甲咱拍姐拍姐，好不好？感谢。哇，今日可以开个这么多安尼啊吼，还佫可以招着咱其他咱这罗汉众神是认定吼，咱来陆陆续续佮来感谢，佮来九天魁，另外第二位是咱的九天魁，咱的副会长，以及为我们的黄副会长，有没有在现场？来副会长啊，寡人沉默，副会长啊，阿妹来哟，我想讲这个红的，今日叫红的感觉你甲吹落吼，阿来感谢咱。是的，咱几位的大哥吼，谢谢你。再来第二位嘛，第三位嘛是咱的副会长吼，张啊张凯富吼，咱的张董事长、张副会长，我来的会电话吗？阿妹来啦，阿哥你辛苦的对啊啦吼，因为今日是拜年啦，可能平时的时阵啦吼，大家拢爱在属龙岗乡安尼生活吼，对哦，这时阵都要食饱咧，辛苦俩吼。咱的杜克前去的，才紧过来啊，嘿，阿妹会长。来，等下隆重啊吼，就过来感谢咱两位副会长啦吼。即款这时阵呢，先来感谢着咱九天魁，咱的会长也是咱本川的大家长吼，就是咱的刘村长、刘培发、刘村长哦。对着咱的阿舅啊吼，咱的志贤啊，嗲什么公司上届都来听秀，咱郑州伊妈该上届精彩、上届老的这个慢慢空落去。因为今日和你开个这尔多，你呾和你赚回钱钱慢慢花，开袂完，存真济，拢寄伫银行甲两花，和你今日一地又搁谈过一地，今仔个现金拢来当赚。阿叔的无底黑，现场我们要郑重给他拍解剖，好不好？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今日老罗咱三位请出当时的话，咱就觉得比较较康一些啦吼。所以呢，今日这个台上台下吼，希望呢，我传就是刚刚吼，会当和大家安尼打成一片安尼啦吼。伊给咱的罗哈种会员啦吼，伊同到个咱的专家联通，伊同个来靠下心意，甲咱今日吼，也就是咱九天天女、开天神女及陆奥牛牛，啊，个咱木木莲种神甲伊接收哦。这一阵呢，相信咱的木木莲种神一定必须着咱的九天魁，也就是咱的会长、老三长以及咱的副会长、董事长、张董事长吼，以及罗哈种会员安尼吼，大家拢当门面村哈，手当好，好拿当生两个仔，就对了，当年年有见仔，天神顶又个来个大进。在哟，这次代表咱们的气象传播，我们传播公司全体的人员给你们致上十万分的谢意，感谢大家啦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希望今日舞台顶的节目会当给咱见到好朋友，带动非常热闹、非常欢喜的心情哦。那么另外，咱继续安排第二首好听的歌曲。好，继续歌曲《祖宗多情》，谢谢。来，安排这首抒情的歌曲哦。另外，咱的四个电话号，我们的佩玲送给咱带来，感谢大家共同欣赏哦。心情。
我想你，想你到深基本图啊，等下会当送回台卡吼，来麻烦咱的 DJ 老师，等一下再把我们的歌名找见表送到咱固定平台卡，才让咱的两个朋友吼较方便来点歌哦。因为特别吃大家吼，可能有点较遥远一丝啊，对啊，快些来提下咧。对，啊，等下提咧在台卡吼，咱的两个朋友若碰到，就较有尴尬的啦。哎呀，你的感情嘛，要慢慢培养。就做秘书的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听到阮可爱的呼唤声，真麻烦，特别家己骗一下吼，啊，若想要甲亲切，我哪会知啊咧？哎，人讲以歌来过，又借咱家己的好朋友，大家哪会当感情天长地久啦吼？还有台语歌，国语歌，都有咱的儿歌哦，啊，都有咱上届传到咱的霓虹舞蹈吼，哎，规本安尼规万条安尼，所咱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来甲咱翻翻阅阅曲啊，安尼吼，啊那吼，那点无着你想要唱的那条歌曲，买单到阮的DJ 老师同不打结吼，内底老吹着，马上尽量为咱的霓虹舞蹈来服务哦，这组。
大家，谢谢你。那么咧，咱今日高丽花算拢插回来啦吼。安尼希望咱家己的好朋友会当加减啊吼，来咱做一下主讲咧。有。咱家己的好朋友能够，人家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哎呀，不是讲啊，刚刚恁第二个大咖听我唱歌咧啦吼。这个音乐氛围感到非常的赞，安尼啊吼，也袂交叉到恁的耳孔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咧，咱家己的好朋友兴趣唱歌，大家卖客气，卖说你尽量踊跃来点歌哦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话，你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无？继续安排曲，心花开。谢谢。来，这首歌咧，老少咸宜吼，非常非常赞。来，这首第一个曲，心花开，祝大家都能迎接到更多次对哦。感谢共同分享，谢谢你。别笑。哦，这是专业实拍哦。别笑。你花朵我，你在琴弦的。
好在这沙漠里的生命。你给我生日的情人，我希望我给你小微风，吹开你花朵，送你一些花朵属于你的我。我们俩的爱情就像一个这的沙漠。感谢大家以往无去的团，想甲咱赞助舞台顶上届闹热的这个光彩哦。